宝湖哦，开始露营了。宝湖，我们要去宝湖吊桥。来，骑过来，过桥之后右转啊。Let's go out and be wild, do it while we can. 要去宝湖了。宝湖吊桥，宝湖吊桥，好，过去右转。美美的宝湖吊桥，谢谢。你又听到水库这个字眼，要特别小心。谢谢，来，赶快赶快，哎，很陡啊，一下子而已啦。啊，永康的哇 ，man， 永康的怎么呀？跳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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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骑 off road， 人家无，人家又在干哪嘛在骑？没啊 ，off road 伊个双臂证的，骑在干哪话好生意个，又变成人啊！你若有双臂证的，好啦，我先下去了，慢点，慢慢。超过我！When you feel like there's no way out, 来超过我，快点超过我！来了！
的就是那个大坝了，那个马二水库的大坝。哦，加入你宝二的那个大坝，我们就骑在大坝上面。那、啊、等一下上，我们上那个电塔那边有个景观台的。哇，你好，这个就是我那个活动封面那个。小秋，这边停一下，左边。对，我们这边拍个照。你看那个。